算是最后比较宝贝，是你家己本人都有问题。天还袂光，我都爱准备出门，找一个所在，让我倒来休困。一出电影要播到什么时阵？什么时阵我甲你的关系变甲这么气愤？天还袂光，我都爱准备来转。我伫北京，你找我家己来耍。这种生活要过到什么时阵？什么时阵我才会当没关你咪在吵诶？你厝听爸母的话，上课听老师的话，你上好拢莫讲话，互我替你来计划。读册读到半暝，讲话永远无用在，若是最后变到半暝，是你家己本来都有问题。唱嘞。